各位婚姻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怡，欢迎收看今天日十一月二十号礼拜一的婚姻新闻。自控一次西雷福兴宫太平马照镜活动，十九号暗时八点准时起驾，有三百台重型机车护送，以及各种仪仗，甲数万位信众做会欢送太平马出城照镜。今年为期十五天的活动，陆续兴建婚礼，中华两百多间宫庙，伫点到起码跑了后，也代表今年的活动是正式来展开。2017年西雷福兴宫太平马照镜队伍，十九号暗时八点半准时要起轿出船，来自中华婚礼的有宫有庙，出动盛大的阵头队伍前来接驾。包括副馆长丁安铁、立委张丽仙、刘建国、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英德、西雷镇长郑仁辉、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等人，拢来恭送太平马出船。全体出这架，依这架休想休安。一定要风调雨顺，该丰收，恭喜平安，一路好。届时一到，由西雷福兴宫董事长杨文正的率领下，安排来宾轮流点香三声起马炮，震天炮声响后，今年太平马照镜的活动正式展开。咱伫遮，首先要感谢姐姐遮个斗相共个。妈妈做预计，等下八点半要准时起驾。啊，即个来自全国所有来到小康的即个时段，我将近要绕近十五天。啊，预定十二月初三要回南兰州，希望阮十五天中来到各城头，听会用替阮即个镇头加油，啊，甲阮招待感谢呢。在镇头队伍的护送之下，西雷福兴宫太平马将前往西雷大桥，并且一路前往中华溪州的晋围宫主驾。沿路信众高喊西雷马祖太平马，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